各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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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个有歪有歪没关系，不要让他进来哦，推得开哦。好，等一下，可以。好 ，OK， 好，讲、okay, 给你，讲给你。来，讲给我们出来用，我们出来用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先去。好，先出去背背一点，然后再盖水群。第二艘，大家去搬。给他收一点，他比较。哎，好，你先搬出去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。哎，我按一下哦。那等下海美要等他们，还有另外一艘船。哦，你就一起出发。哎，要帮妈妈捡。哎，帮忙剪一下前面。哪里？左边。稍微先往外带一点，因为我们一直在飘到另外一个地方下去的，我会下去的。这里，刚这边落水了。红外机不挂。小心哦。立马先上。可以。推出去哦。对，推出去。是。好，推出去。好，下舵下舵，后面的拉后面的，对 ，OK， 不要出。多数船员注意，先跟着我们帆船，先驶到我们的对向航线上面再开走啊。那我们就正对帆船。好，好了，你们好好休息啊。收到，我们。哎呀，要休息，出发了，准备要出发喽。来喽，开始喽。后面人注意哦，甲板上人小心哦。两个小时嘛，哈。Yes。OK， 大概12:30。12:30。我们现在10:30嘛。对。中国团队注意，我们现在正式起航。你们现在北漂超远呢。对。我们现在要修回去，至少要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们出航在那边，我们在这边了。我感觉我们又回去了，感觉。我们现在一定要切回去啊。我现在大概90度。90°E 90°E 好 ，Over。现在转速是减 ，Sure enough。之后我们就看不到这些岛了。对。之后就是只有茫茫大海。海洋。是。所以你现在脚都是布吗？现在好啊，舒服很多哎，风很大。赞。但其实好久没有坐进来独木舟里面，其实。坐一坐腰也是会酸的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现在酸了？就是太久没坐那种感觉。是，但这个比我们上次红色那时候好太多。对，我上次那时候真的是有过煎熬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This is Jim. 我们做所有的训练都是为了今天。对。那你肌肉应该已经是有它的肌肉记忆了。所以你就放心的话，放心，带动你进到支援岛 ，OK， 记得相信你的战友，最重要的是相信你自己，因为你是可以的 ，Over。你现在开眼可以往右边一点点。现在我们是百八，你们在跟帆船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太靠近它的尾翼，在它的右侧就可以，不然会怕会被它的那个浪给影响。掌声，还 OK 吗？想睡觉。对。等一下就可以睡了。啊，一边玩一边睡。那个突然有点心痛痛的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现在回头看，怎么花脸还那么明显？代表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，大家加油，不要往后看哦，花脸还在后面哦，好想看哦，没事哦，花脸还在后面，就代表你们离与那国还有很长一段路哦，啊，你是在打击你们，知道，我是叫你们滑快一点，不然再快，哎。上岸就有东西吃哦，我跟雨薇帮你们弄好了。
啊，我们贴心的精神领袖跟宇威已经帮大家准备好大餐了。哇！加油加油！至少要滑到第一个休息点上来才有东西吃啊，各位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！昨天早上艾美跑来跟我说，啊，瑞玛我好了，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们那对啊，你们那件事。然后我后来才哦，我说哦，我以为你早就好了，就是我。没有讲开吗？我开了头，然后 Kid 和那个谁昌生就补了两大枪，所以艾美就有点难过。你说他控制位置，然后一直讲话，然后听了有点吵这样。然后昌生就补。对，然后昌生就说，就补昌生补超大枪。真的啊。对，然后。结果他们两个今天又同意杀。对 ，OK， 四位，在你们的右后方就是我们的海巡署，他们船上还有印着说，海巡署与你一起干大事，有吗？有。哇！海巡署一起与你干大事很屌。哦，他五个这样站一排，想哭想哭的感觉。Hello， 嗨。谢谢，亲爱的海巡署们，谢谢你们护送我们的安全，也希望你们在船上安全，记得吃饭补好水。如果有听到的话，也请跟我们挥挥手。有一次是记得是我们去那个台东，不是去绿岛吗？他就有来保护我们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海巡真的不错，就是他们现在的规划是一路保护到我们到这个公海的部分，然后一过跨越公海的话，他们就会回去，所以至少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在日本了。刚刚崇实教练传讯跟我说，速度很快哦，你们是吗？对啊，他就说我会不会太晚出发了耶？是快吗？他就是看着我们的 inreach 嘛，我们的 inreach 是这样，嗯，速度很快。维持了很好的一个直线在跑。波比，这是美丽号，我们即将绕到你的右前方做换人的等待，所以你们继续保持航向，然后我们会在你的右前方，我们航行到你的右前方。好，收到。耶，靠近了。靠近，靠近了。第一趟，哈。好鬼，新的鬼啊！哎，偷偷才在注意到，我先停在现在的位置，我们小艇会过去与你们换手。耶！耶！14.9。你看，刚刚航行的距离2个小时，约10海里，十海里，大概12公里左右。十五公里。然后你独木舟上滑行的滑手，上船之后请在后甲板休息，先不要进去冷气房哦。郭哥先上。哇！天哪 ！OK 吗？可以，来。可以，咬上。你往去后面一点点，我来帮拿。这个第二艘独木舟，请向美丽号稍微靠近一点 ，Over。好。状态还行，但是有点饿，但整体来说还蛮顺畅，然后速度也都在水平之上，所以还不错。好，现在就是要撑到之后换十几次看看可以怎么样。现在要去吃鸡脚，好饿。OK， 那就往前喽。好 ，OK， 第二艘独木舟向 Mary 靠近 ，Over。啊。后面先上，开心吗？先开心。等一下上去，不要先进去哦，先让身体冷却一点点，因为里面是吹冷气，所以好，可以了，好，加油，走，好，休息一下哦，对。